代的那首叫做捷径的盗贼，他们刚出来叫捷径的盗贼，然后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的 MV 都是请别人来演，自己主唱不会，结果他们出了 Rider B 之后呢就爆红，所以那个女主唱终于有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专辑了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就是捷径的盗贼啊，那个女生就是他们的女主唱，不然他们以前都是躲在幕后，然后请别人来对嘴，然后来演，还蛮特别的一个那个团体哦，捷径的盗贼。好了，我们带来这一首去年很红的一首歌曲，《人人币国语怎么办》，非常好。谢谢 Rider B， 这是去年还蛮红的一首。